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，我们知道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，我们的文明进步比各国是领先的。当这个中国已经强行这个时代啊，正所谓千邦进贡，万国来朝。那个时候，就是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第一的，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是强国的。我们国父守